你们仨。哎呀，这爷爷嘛，真是吧，我这儿。哎呀，老杨，你的腰你这腰疼。给我腰个五斤吧。都捡着便宜点呗。都拿着。都拿着呗。十块钱三斤。十块钱三斤啊。行，都给我兜了吧。让您收摊吧。这是三条是吧？啊，这三条。你水豆，水豆腐好吃。但是纯肉这点点啥也不行。是吧？都是旅馆。这个小胡同里头至少得有十家旅馆。大哥，您再给我盛一碗饭啊，盛一碗水豆腐。对，不要卤，直接给我盛豆腐。还有多少？有的是。您这拿卤水点的是吧？对。这是三条是吧？啊，这三条。行，我对三四一十二，我给您扫。就水，就油条和那姜。您这个豆腐就是专门给他们送的。对呀、啊。那他那个水豆腐呢，也是您送的。水豆腐我也点的，卤里点的。不是，水豆腐也是您做的。啊，对呀、啊。他们家的。啊。您水豆腐。水豆腐好吃。但是纯卤里点的啥也不行。是吧？水豆腐、馄饨、面条。我天天来这个小店吃水豆腐，就是这大姐做的。是大姐做的豆腐特别好吃，不错不错。那手机挂的低的。三块豆腐，一块四块钱，挺便宜的。现在去早市买点蔬菜水果。你这腰疼，给我腰个五斤吧。这哪儿的小米啊？朝阳。朝阳。看人家都买多少，好吃。都吃那么些小米儿，都二十斤二十斤买，我都卖点儿吧，反正。鸭鸭腿、甜鸭蛋，来人吃吧，我这。拿来吃。朝阳鸡小米儿，小米儿鸡蛋。鸭鸭腿、甜鸭蛋，来人吃。一次收款八十元。朝阳鸡小米儿，小米儿鸡蛋。我一。再抓一大把。咸鸭蛋怎么样啊？选出的，这六个的跟七个的，有七个再六个，这六个什么区别啊？大小呗。啊，大小啊，其实东西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对，质量都一样，哪哪那来六个的吧。那大鸭蛋多好，回家也不能方便条件热乎热乎。吃下去了，可好吃，也不咸，还好吃。一共四十。一共四十。四十，给您钱。是吗？百吃不厌。百吃不厌，好吃。百吃不厌，好。咸鸭蛋跟小米儿，我觉得我这车呀停路边是很不安全，所以说我怕贴条回头二百又没了。
能吃。不是门儿干的，你这花两千块给我拿一个，正常我告诉你，长大就要一个了。养的几盆儿呢？那小宝都是养殖的。你跟我说话。谢娜，好好不易。海捕大虾其实就是养殖的，再炖个鸡10元一斤，好养。哎呀哎呀哎呀，这才5.5块，我买贵了，我买贵了，刚买的。没事，赶着买赶着买。这您这个6块的是怎么？对，这个挠粥啊，满锅米油啊。是吗？嗯呐。那您给我来点尝尝吧，好不好？看您那个比较，我来个6块一斤啊。嗯。36，给我来个3斤。来3斤吗？刚才在那边买了7-8斤呢。啊，行，你先尝尝。先尝尝吧，再少来点吧。来20块钱的。就那么多吧，有多少算多少。16块钱的。16块钱的。咋卖的？14块要鹅的，能卖5块的。4块啊？嗯，他们都捡这是没尝。4块。都捡着便宜点呗。都拿着呗。10块3斤。10块3斤啊？行，都给我兜了吧，让您收摊吧。对，有点收摊了吧？收摊了，稍微收点就走了。多了好像，多了。不行，人少人少吃不了，我发现。行，等会儿有一个裂的，是不是？没事，你放住了，这是干纹，一点事儿没有。可以。这你放多长时间没事？它这可以生吃的，这您抹药了吗？没抹药，都自然熟。它这个是要不它也是清着就能吃，冻哪爱得了，我给你抹点。啊，能放那放冷藏里，啥事儿忙？你炒鸡蛋啥的，多少吃不到了。给我抹点啊！嗯，给你抹点，我10块3斤，再给你抹点，看有多少。主要是对，我这个你放多长都没事，放冷藏里，整不完我还堆在这儿，看着不多，一装袋里就感觉不少。25。二十二。行，您给我来一根黄瓜行不行啊？行。饶一根黄瓜。一根黄瓜呀。我这个太会了，行吧，22啊，好，你扫22。黄瓜换萝卜。扔这儿吧，这整个黄瓜换你完，你哪天给我油干就中。哪天的？啊，行吧。嗯呐，换着吃吧。嗯。都是西红柿吗？也不是自己种的，都是进的货。这一堆一堆的，一堆一堆的，来点大虾，来点大虾。行了，别整了，够了，够了，不，多了，大姐。就这点。大姐多了，大姐您往下拿拿。我就一个人吃，您给我这么多呀，我也都是浪费。25行吗？行吗？25行。哎。您这大枣怎么来的？就是您手的那个。这个20斤，刚3斤5斤。一个不，20斤太贵了。有没有平价的？平价是2斤15，二斤十五。最贱的15块钱一斤。那个，要收手了。小的那个什么？那个3枣50。三枣多少？50。3枣50一斤，我的妈！这物价也不便宜啊。这哪买得起啊，3枣50块钱一斤。我发现我这个穷人是早市都逛不起了。
来天得卖一艘。八块钱。来多少啊？豆腰肉。豆腰肉有点贵了。不贵，豆腰。豆腰了，您给我优惠点啊。怎么样啊？这都优惠了，都九十来的份。行不行啊？要行我就都腰上。这个多少？这多少啊？这有个四斤。我要跟你算四斤。没有。没有四斤。这个不给你算账。我你格外的中吧，奉献你个中吧。不骂人呢，不能骂人呢。我大进他不买，哪不是的？有没有四斤啊？估摸着五斤多了，五六斤了。五斤没有，更没有呢。正好跟一个腰。那白给人一个送，奉献一个，就奉献一个呀。那一个一块钱呢？32。32.8。八吗？八。33，差2块钱。33。那这一个差2块钱。出来了，看见了吗？这不是您的。不是我的。嗨。那也拍手了的。啊。那个拍手。您那鸡蛋怎么卖了？鸡蛋，我家鸡蛋卖12一斤，加鸡蛋。哎呀，确实贵了。那您给我啊，那我来这个吧。1块钱一个。这还有黑芝麻呢。对，有啊。黑芝麻的跟那个味儿一样吗？味儿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对。哪个香一点？香的，要是拌菜啥的，这只能蘸酱菜啥的。这只能蘸酱菜。对，它黑。我就说香油呢，就说香油是黑。白芝麻的，就白芝麻的。啊，这哦，这哎呦，看见了，这么黑啊！哎，行，那就来这个吧。就来这个。他有的地区的他不行，对，他人这人是吧？这也要，对，也要。他给你弄一个暗道，对，挺烦人的。你拖一大袋芝麻都卖完了。嗯，东北还是很实在。对，这儿的吗？21号。对，6.5块一斤。这是半点驴肉。这水果肉呗。又买了一瓶香油跟芝麻酱。大鱼多少钱啊？大鱼23。